加油站夜间值班女孩刚刚送走一位卡车司机，一个浑身冒火的连环杀手便向她走来，这注定是一个不祥之夜。凡是进入到这个加油站的人，没有一个人能活着离开。今儿跟大伙聊一部美国的恐怖片，24小时营业。刚刚被假释出狱的女主来到加油站谋求一份工作，加油站老板问女主犯了什么罪，女主说自己差点把前男友给烧死。虽然女主没有任何的工作经验，但凭借高挑的身材和姣好的容貌以及诚恳的态度，最终还是得到了这份工作。女主的工作主要就是值夜班，从晚上的10点到凌晨的6点。女主的前男友是个变态杀人狂，每次杀人都选择在下雨的深夜，因此市民们都亲切地称他为雨夜杀手。女主曾被迫亲眼目睹了前男友杀害了很多年轻的女性，她想离开这个变态狂，但却受到了威胁。为了摆脱这个恶魔和保护自己的家人，女主最后心一横放了把火，但罪大恶极的前男友并没有被烧死，目前正在监狱里服刑。自打出事之后，女主便开始经常的出现幻觉，把她的精神折磨得几近崩溃。当她正吃药的时候，负责任的假释官来到了她家，原因是她没有按规定时间汇报自己的情况。假释官警告女主最好老实点，每天按时向她汇报，一旦做错了事，她会重新回到监狱，并且再也出不来了。女主跟闺蜜在外面吃完饭刚回到家，便接到了其中一名受害女孩老妈打来的电话，对方在电话里言简意赅，意思是血债要用血来偿。晚上女主坐着闺蜜的车来到加油站值夜班，加油站处在荒郊野外，一看就是个特别适合杀人狂开展业务的地方。男同事是加油站的老员工，对女主的到来显得非常的热情，不仅亲手教会了女主如何使用收音机，还说了很多鼓励的话，让女主心里觉得热乎乎的。闺蜜在屋里视察了一圈之后，提着啤酒刚准备开车离去，就被一个穿雨衣的家伙给砸晕了，而屋里这二位完全没有察觉到。男同事走了之后，女主开始在屋里瞎琢磨了，东瞅瞅西看看也没事可干。当她正站在门口抽烟的时候，那个穿雨衣的家伙又出现了。女主听到背后有动静，急忙进屋查看。这时候一个女人打来了电话，口气听上去明显是不怀好意。这时候一辆大卡车开进了加油站，卡车司机经常在这加油，看着头一天上班的女主颇有几分姿色，就动了歪心思，跟女主没话找话的尬聊，并故意把自己的信用卡留在了加油站，这是他把妹的惯用招数，以制造跟女主二次见面的机会。卡车司机这边刚走，女主就产生了幻觉，她看到自己的前男友浑身冒火向她走了过来。这时候男同事的出现把她从幻觉中拉了出来，加油站老板对女主不太放心，让男同事过来看看情况。在男同事的追问下，女主说出了自己和前男友的事。女主的前男友是一个任性的连环杀手，曾经杀害了35名女性，在当地已经是妇孺皆知了。女主在和前男友确定恋爱关系之前，已经有很多女孩被害了，她也是后来才知道自己的男朋友就是那个令人闻风丧胆的雨夜杀手。男同事离开之后，女主接到了一个电话，电话那头传来了一首50年代的歌曲，她前男友过去在杀人之前都会播放这首歌，可把女主吓得不轻。跟女主聊完，男同事开着车回家，途中汽车莫名其妙的跑了毛了。当他正修车的时候，突然就被那个穿雨衣的家伙给砸蒙圈了。女主在卫生间里又出现了幻觉，她在马桶里看到了最后一名受害女孩的身份证，女孩质问女主当初为什么不救她，女主则无言以对。回到屋里之后，女主又看到前男友出现在了自己的面前，女主认为这一定又是自己的幻觉，但前男友却告诉她自己是真实存在，并且说今天晚上会有更多的人死去。女主急忙闭上了眼睛，当她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，一个穿着同样雨衣的大婶出现在了她的面前，这位大婶就是之前不断打电话骚扰她的那位。大婶走了之后，女主突然从监控上看到了闺蜜的汽车，她来到门口，看到挡风玻璃上写着几个字，她意识到很可能是要出事的，但又拿不准，因为闺蜜的汽车又神奇般的消失了。女主徘徊在现实和虚幻之间，不知道究竟哪个是真的。她急忙给男同事打了个电话，但电话铃声却从后面的库房里传了过来。她来到库房，看到闺蜜和男同事都被控制了。女主吓得正准备打电话报警，再次撞见了那位穿雨衣的大婶。这位大婶不是别人，正是其中一名受害女孩的老妈。大婶拿出女儿的照片让女主看了一眼，然后举起了手中的水果刀。幸亏女主躲得快，才没丢了小命。紧接着大婶开始追杀女主，双方在打斗的过程中，女主凭借充沛的体力推开大婶躲进了仓库。不过大婶也是养精蓄锐了多天，有备而来，眼瞅着女主要嗝屁，假释官及时赶到把大婶给毙了。假释官给女主通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，由于下雨，监狱那边断了电，女主的前男友和一些犯人越狱了。女主一听当时就蒙圈了，这说明之前她见到的前男友并不是她的幻觉。两人正聊着的时候，女主的前男友突然出现了，一锤子就把假释官给干翻了。被前男友揍晕的女主醒来一看，发现对面坐着自己的闺蜜假释官和男同事，前男友要当着女主的面把这三位干掉。虽然女主苦苦哀求，但前男友并不为所动，嘁哩咔嚓就把假释官和女主的闺蜜给杀了，然后又往男同事的身上浇了一桶汽油。就在这关键的时候，一直惦记女主的卡车司机再次来到加油站，趁着前男友去应付卡车司机的机会，女主和男同事成功的自救了，并拿到了加油站老板的猎枪。
卡车司机进屋一看就觉得不对劲，急忙打电话报警。当卡车司机正在屋里瞎寻摸的时候，前男友从后边偷袭了他，并将卡车司机推到了库房的门口。库房里的女主和男同事还以为是前男友要进来，砰的一枪就把卡车司机给打死了。两人认为这下安全了，出门一看居然是卡车司机，可把女主给吓坏了。双方在屋里僵持了没多久，前男友一锤子就把男同事给砸死了。这时候接到报警的警察来到了加油站，女主一看急忙跑出去求救，警察让女主先上车。当她正准备呼叫增援的时候，被前男友一枪给毙了。女主是彻底没招了，只好虚晃一招撒子就撩。双方你追我赶绕了几圈之后，女主又跑回了加油站的超市。女主翻箱倒柜找了半天也没找到防身的武器，这时候她无意中一抬头看到了墙上挂的鹿头，长长的鹿角在电影开头就已经准备好了。前男友刚一冲进房间就被女主用鹿角给插死了。看完这整部影片，我们还是来首唐诗压惊吧。相亲交友别急躁，人品性格最重要，家庭背景了解清，以防吃上后悔药。